为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421页，从第四行课题看起。愿是所依，分三小课。第一个，文读法愿，请看经文。二是法藏文佛所述，戒息读见，其法无上殊胜之愿。这个愿就是48愿。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一见也，真戒云：读则言见，见则慧见，如见分见。80都有四分：见分、相分、自证分、正自证分，通通有这四分。这个见呢，眼接触到色法，色法是物质现象啊。这叫见，见了以后啊，它有推求、照察，也就是说，这个速度很快。快到我们无法想象，他见就知道，就明了，知道所见的是什么，那是见分见，眼识有四分，第六意识也有四分，第七识也有四分，阿赖耶识也有四分，80的体是阿赖耶，
啊，阿赖耶识是前七识之所依，眼见色如是，耳闻声也如是，乃至鼻闻、舌、肠胃、身之接触，啊，会有感觉，都是属于见，啊，一个字可以统摄一切法。真解里面所说的，念老在此地给我们解释，啊，盖为独之眼见，见呢是慧见，啊，就是唯识里头所讲的见分，所知之见，以推求，与照察为一。那么现在经里面说的习戒习独见这两种意思通通都有啊，都具备当而之时啊，在当时法藏比丘于世间自在王佛所现210亿佛土尽皆莫睹心明210亿，前面说过了，它不是数字，它是表法，代表圆满。那么21代表圆满，210亿，那就代表大圆满。究竟圆满，也就是经里面常说的变法界虚空界，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刹土一个都不漏，让法藏比丘啊全都看到了啊，像我们现在看电视啊，他那个看的比我们电视还要逼真，啊，就像我们现前睁开眼睛看到外面的一切境界相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佛有这个能力，在观经里面维提西夫人遭了家庭的变故，儿子不孝，夺取父亲的王位啊，杀父害母，维提西夫人遭这个难，不想在这个世界上再住下去了啊，向佛请教，这个世界宇宙之中有没有比我们好的地方？没有这些灾变的。那佛没有给他介绍，释迦牟尼佛用神力也把诸佛国土展现在维提西夫人面前，让他自己看。他看到极乐世界了，他说这个地方好啊，求佛教给他用什么方法
可以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这是观无量寿经发起的因缘，维提西夫人是当机者，啊，真的往生了。那么此地法藏比丘慈悲心切，希望自己能有智慧，能有神通道理，那度尽遍法界虚空界里面的一切诸佛刹土当中的苦难众生，这个很重要。啊，法藏成佛就是阿弥陀佛，啊，他是阿弥陀佛的前身。慈悲到极处了，没有比他更慈悲也。慈悲心从哪里生的？怜悯一切苦难众生。啊，他觉察到了，看清楚了。啊，这些众生本来是佛，可惜迷失了自信，啊，就变成六道轮回，在六道里头愈陷愈深，一世比一世苦，真真是可怜悯者啊！法藏法院呢，要救这些人呢。我们包括在其中，我们看的这个法心，法藏法心。感恩的心自然就生出来了。我们在这个轮回当中，生生世世，过去无量劫，未来还有无量劫，那我们今天日子苦啊，这还不算苦的，畜生、恶鬼、地狱比我们更苦，有些我们看过了，有些还没有看到。啊，诸天佛报答，那个佛报是想得尽的，啊，天人的寿命长，但是他有尽的时候，啊，在天上，佛报享尽了，天人死了，不能再往上升，他就往下堕落。啊，只有修行人能向上提升。啊，断恶修善，还要加上禅定，四禅八定，时间长啊，
到了顶了，飞翔飞飞翔出天了，这是六道里头最高的，再上去没有了。啊，寿命尽了的时候，不能再上升了，肯定往下堕落。那往下一层比一层苦。这些事实真相我们都要能想到，现在学佛，佛告诉我们六道十法界不是真的，是假的，这个幻象就像做噩梦一样，是从八十五十一心所里头变现出来的，整个六道轮回不是真的，所以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包括十法界。啊，真正聪明人要看清楚，要想清楚，啊，这个如同噩梦的环境应该要醒过来啊，永远不再做这个噩梦了。啊，永远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要修到阿罗汉果才能够离开轮回，要证得化身菩萨才能够出离十法界。难，真难。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诸佛菩萨为一切苦难众生开的，理论上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但是从众生根性上来说差别太大了。啊，靠凡夫自力修行，时间很长，啊，向上提升很难，退转很容易，这个我们能理解。看清楚了，看明白了，我们对法藏、对阿弥陀佛恭敬之心自然就生出来了。那法藏比丘知道我们的苦处，啊，所以才帮助我们苦难众生，希望我们在一生当中能成就。包括那些人上面到等觉菩萨，下面到地狱众生，所有十法界六道这些众生统统包括进来。啊，只要有缘遇到这个法门，一生当中就能够圆满证得无上菩提。
八万四千法门里面所没有的。啊，真正是特别殊胜的一个法门。这个法门的条件只要两桩事情。第一个真正相信，第二个真正愿生极乐世界。啊，能不能往生，就这两桩事情，没有丝毫怀疑。我相信佛菩萨决定不会骗人。啊，他们的话一定是真话。真正相信，真正愿生西方极乐世界。欧耶大师说，能不能往生，决定在幸运之有无。有幸有愿就决定得生。生到极乐世界有品位，极乐世界四土三倍九品。你是生到哪一个阶层，这个关系你念佛功夫的前身。啊，就是我们念这句佛号。啊，功夫的前身。什么叫功夫？念佛功夫成片的。这个功夫浅。钱怎么样？能往生，往生到同居土三倍九品，这功夫浅。那所谓浅的是，刚刚把怀疑断掉了，疑心断掉了。要有一点疑心夹杂在里头，就不能往生。这个我们要知道啊，对佛菩萨的信心要建立。佛菩萨还会骗人吗？人会骗人，那佛菩萨圣贤人决定不会骗人。要相信他教给我们的五戒十善，在他的身上一定是究竟圆满。那五戒里面有不妄语，十善里面有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大声大行，教化众生，无一不是心行其言。他要教人，他所说的他全做到了。才能叫人相信，才能叫人服从。啊，我们对于佛菩萨存一分怀疑，
这是不道德了，这是对佛菩萨不恭敬了。你怀疑他，你把他当作什么人看待？法没有错，佛没有错，我们自己错了。啊，信心为什么生不起来？对于事实真相了解不够程度。如何建立信心？那就要靠教学为先了。佛菩萨的方法，古圣先贤的方法，教导我们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从这个地方建立信心的。你学习的功夫越深，信心就越大越深，那帮助你建立信心。啊，那么有一些人像海鲜老和尚、海庆法师，他们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他有成就，有大成就，那什么原因？善根深厚啊。这个善根不是这一生学的，过去生生世世培养的善根。那这个善根就是我们俗话说老实人，真老实，你说什么他都相信，你骗他他也相信。啊，像老德老和尚，别人骗他捉弄他，啊，他喜欢念佛，喜欢拜佛，人家告诉指着石头，这石头里都有佛，哎，他马上就磕头就礼拜，他当真啊。啊，牛粪指着牛粪，这里都有佛，哎，他就跟牛粪磕头。啊，别人哈哈大笑戏弄他，他修真实功德，他那个头磕下去，那真的有佛在。别人看不到，他能看到。一切法从心向生，从自己的心向生，自己心中有佛。啊，人家说哪里有佛，他看真是有佛，发生佛，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发生佛是光啊，光中有佛，真诚到极处啊，别人看不见，他看见了。啊，所以决定不能有怀疑，怀疑的人没福啊，怀疑的人有业障啊。啊，我们几时业障消尽了，自己知道。像海清海鲜一样，对佛菩萨一点都不怀疑了。
那就是业障消了，善根福德现前了。有这样善根福德，心里面的佛没丢失过，无论念佛不念佛，心里都有佛啊，心里只有佛，除佛之外没有妄念，没有杂念，这个人决定往生，而且品位很高。那世间人往往瞧不起，业障重啊！啊，看到这些人还批评他、毁谤他、侮辱他，造无量罪业啊！佛菩萨可以原谅你，鬼神不原谅你啊！造业的人谁管呢？鬼神管，佛菩萨不管。你善根福德现前，有信有愿，念佛不间断，到时候阿弥陀佛来接你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真正是你证得了究竟圆满。往生到极乐世界，没有一个不是究竟圆满。法藏比丘的本愿，他的本愿兑现了，我们这一生很幸运的人生遇佛法，又遇到净宗，在这个时代遇到这三位大德啊，夏莲居给我们汇集这个善本，无量寿经善本啊，黄念老为我们做脊柱，海鲜老和尚为我们表法，全了夏老的世传，黄念老的劝传，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正传，大乘讲的三转法轮齐全了，通通遇上了。再要不相信，那就是自己的罪业太重了啊，你有缘，说明你就有机会在这一生当中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你就有机会了。这个机会就看你能不能把它抓住啊，抓住就不能放松，把这个世界要放下啊，世界
不外乎亲情、财色名利啊，这都不是好东西啊，叫魔。把你无始劫来的烦恼习气把它拉出来了，贪嗔痴慢疑，你就造轮回业，继续搞轮回，来世比今世还要苦。这是不能不知道的，不能不提高警觉的啊！尤其是六十以后，要办来生的大事了啊！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老师给我们讲欧阳修的求生赋，用四季来比喻一个人的一生。那从出生到二十岁，人生的春天，二十到四十，人生的夏天，四十到六十，人生的秋天，六十到八十，人生的冬天。所以，六十以后啊，知道人生的冬天呢、啊，春夏秋冬啊。我们已经到幕后最后一季了，要办明年的事情了。啊，几个人觉悟了，啊，到秋天这个时候，万云要放下了，啊，冬天不一定存在了。人生真的是苦短，兄弟当中，同学当中，朋友当中，四五十走的，五六十走的很多。啊，能活到八十岁的不多啊，没有结果啊。啊，八十以后，风烛残年呢、啊，不定什么时候走啊，说走就走了。一定要有这个警觉心的、啊。有一天的光阴，念一天的弥陀，这是真经思，这是真正向往西方极乐世界啊！要是还搞世间名闻利养，完了。纵然你得到了，你还能过
享受纪念。啊，八十以后，分分秒秒都是最可贵的。啊，抓住了，来生有指望啊！收获了，来生在三途。你说你多可怕？那我们必须要记住，决定不能告三途。告三途，对不起自己，对不起父母，对不起老师，对不起佛菩萨，那就是罪人。那应该怎样？婉愿放下，真心真愿老实念佛，时时刻刻心里面的阿弥陀佛未曾丢失，这叫功夫啊。这就是往生有把握，常常把阿弥陀佛忘记了，还有很多妄想杂念，这个不好啊，这个往生没把握。不能不想这个问题，这是我们一生当中第一个大问题。啊，这个地方这段经文说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从哪里来的。他看到一切诸佛刹土，这里面的境界相啊，十法界六道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哪些要取的，哪些要舍的。啊，取长舍短，极乐世界这么来的啊。所以极乐世界成就之后，确确实实超过一切诸佛刹土啊，也确确实实能够帮助一切众生一生圆满成就。殊胜无比啊。我们再看下文。或以发藏比丘啊，在因地中因地是没有成佛之前，在因地中何能遍见十方诸佛净妙国土啊？他怎么能够看见十方一切诸佛刹土啊？这个下面大愿
法集经里面有这两句，菩萨摩诃萨得彼诸佛如来天眼，啊，他得的是佛的天眼，佛加持。不是他自己修得的，借佛的天眼来用用，他见到了。《大智度论》里头也说，天眼彻视，没有见不到的。这不动而变质，如来化身菩萨的天眼，真的如如不动。变法界虚空界，还看到过去，还看到未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十方有没有来呢？没有来。比丘亦不枉啊。那为什么这个境界里头，时间空间没有了？啊，过去、现在、未来是假的，不是真的。此界他方也不是真的。啊，换一句话说，到心不动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宇宙没有空间。也没有时间，你全看到了，空间障碍没有了，时间障碍也没有了，在哪里？就在现前。啊，古往今来都在现前。这都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下面说，如佛天眼故，像佛的天眼，十方国度，皆悉一时度尽，一时，同时，同时看。啊，设法所有一切世界同时看到，具上经论，可知法藏菩萨摩诃萨成世间自在王如来威神加辟，佛加持他，被佛加持，得如佛之天眼，他自己修的是有天眼，但是天眼不圆满。啊，我们知道天眼从小乘出国就得到了，
那小乘诸佛，他的天眼能够看到欲界，欲界有六层天，人到下面有畜生，有恶鬼，有地狱，他都能看见。小乘出国，那我们就晓得，到二国，他应该能见到色界天。那色界的初禅、二禅，三国我们相信能够看到色界的三禅、四禅，阿罗汉能看到四空天。菩萨的天眼能见到十法界，化身菩萨的天眼跟佛很接近，能见到变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化身菩萨，那再要得佛力加持，那还有什么话说？我们相信法藏比丘在这个时候他是菩萨，决定超过阿罗汉，得佛力加持，他的天眼就跟佛没有两样，故能不动而遍见十方，于佛说故土皆悉度解。佛所讲的二十一义，这是表法的，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统统见到，像世尊在《华严经》上给我们说的世界成就品、华藏世界品，这两品经给我们介绍世界，现在讲天文学，《华严经》上有天文学，都看见了就有取舍了，所以其法无上殊胜之愿，这个殊胜之愿就是四十八愿，下一篇接着说的，其也是法的意思，法起更无有上叫无上，这个愿是圆满，殊胜者四智超绝稀有，曰殊胜。会所曰无有此上，故云无上超胜祝愿，这个祝愿是祝福如来的大愿，超过他们，故曰殊胜。为庄严无上，受乐无上，光寿无上，
个三聚是有果报啊，庄严美好，没有人能比啊，十方诸佛刹土都比不上他，那无上啊，受乐不但没有苦这些事啊，生老病死求不得怨憎会啊，爱别离这些事没有，连这些名都听不到啊，光明寿命，光是智慧，寿是福报啊，福报里面第一个是福报，就是寿命，福报再大没有寿命谁去想，就落空了，所以寿命是福报里头的第一德啊，无量寿无量光啊，光寿无上，名号无上啊，那佛是叫人修什么？就是念佛名号，念佛名号就能往生净土，念佛名号就能一心不乱，念佛名号就能明心见性，这还得了啊！那阿弥陀佛的名号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名号圆满包含了一切诸佛的名号，一切菩萨的名号一个都不漏啊，圆圆满满，又包括一切法门的名号，那一切经教的名号，你念这一名号等于说是经典全部念到了，大藏经上 一部也没漏掉，都在名号里头啊，所以我们晓得海清老和尚、海贤老和尚，还有个老德和尚，他们一生就是一句名号啊，他们修行的方法拜佛、念佛、绕佛，生活没有离开佛号，工作也不离开佛号，待人接物名号都没有中断过，那只有睡觉的时候没念佛了，可是醒过来佛号就接上了，养成了习惯了啊，心里头真正有阿弥陀佛啊，像中峰禅师三十系念佛寺里面的开示，他讲的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此方即是净土，净土就是此方，讲得好啊！啊，自己的心跟弥陀的身融成一体，自己的身土
跟极乐世界的圣徒打成一片，名号无上啊！啊，声音无上，往生净土的音，真心真愿。有心有愿就能往生，念佛有了功夫，有了什么功夫？经上常说功夫成片，我们做得到啊，一心不乱很难啊，有功夫成片就决定得生。那生到哪里了？凡圣同居土。上品上圣的。那功夫沉一点，他到方便有余土去了。他就超过同居土啊，多殊胜的。念到四意心不乱，方便土里面的上上品往生；念到理意心不乱，十报土的上辈往生。因这么简单啊，这么明了，利益无上，利益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借作阿惟越致菩萨，所以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虽有四徒三辈九品，但实际上他们的智慧、神通、道理受用全是平等的啊，同居土往生的、方便土往生的都享受十报土菩萨的智慧、神通、道理，这个利益是真正无上啊！啊，是总四十八愿大体啊，细说就是下面的四十八愿。啊，这是像四十八愿之体是法藏菩萨的宏愿啊，啊，下面这一颗这一颗大愿所依。四十八愿以什么发的？那底下分为四小段，第一段观察，他看到的，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啊！啊，真搞清楚，搞明白了。啊，他将来成佛，他的佛国土希望达到
什么样的阶层，那超过一切诸佛刹土，那就是虽有四土三辈九品，但是是以最高的等级平等利益，那都智慧神通道理跟法身菩萨没有两样。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于彼天人善恶判定善恶之性，著述不已，兹错要介绍如下。这一段就是善恶，善恶是因，过途粗妙是果。那么有很多种说法，念老都把它引用在此地。第一，菩萨璎珞经以顺第一义为善，我以第一义为恶，我们再念下去，经曰：一切众生是时起一想诸于缘，顺第一义地起名善，悲第一义起为恶，经云第一义。什么叫第一义？第一义真谛，是圣谛，是圣义谛，是真如，是实相，是中道，以及实际离体，本经佛讲的三个真实，这是其他经典很少说的。第一个，真实之心，真实之己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体，四十八愿之所依，那真实之己就是我们讲的真如自性这个地方一的地讲的第一义，名词很多，意思都是同一个意思同样一个境界真谛，真不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真假标准是什么？假的有生有灭就是假的，没有生灭这才叫真的那么我们细心观察，这个世界上所有一切动物，人是动物，有生老病死，这就不是真的。
植物有生住异灭，假的不是真的。矿物有沉住坏空，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现在的科学给我们证明了。啊，以前没有，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啊，起心动念是生灭现象，啊，我们讲的是很粗、很明显的生灭现象，啊，真正的生灭现象。大乘经上所说的都不是我们境界，我们看不到。那譬如弥勒菩萨告诉我们，阿赖耶的生命现象，一弹指有32亿8000年，这个我们怎么会知道？啊，一弹指的时间有32亿8000个念头，一个念头就是一个现象。啊，一弹指有多少现象了？32亿8000年，八千是单位。100个千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我们今天用秒做单位，一秒钟可以弹多少次？有人告诉我7次。好，其实佛经上常用的代表圆满，320兆乘7，2100兆次，一秒钟啊，就在面前呢，我们完全不知道。啊，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六尘境界，根尘识，通通是这个频率，啊，这么高的频率啊，产生的幻想，没有一个像是真的。我们要知道啊，全是假的，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法了不可得，不可得你自己以为有所得，错了，你看错了，想错了，真的是无所得。我们这个身体现象，一秒钟生灭2100兆次，我们不知道，以为它存在，实际上真正存在的时间多长呢？那就是2100兆分之1，一秒钟啊，2100兆分之1秒，《金刚经》讲得清楚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有相就有生命，有相没有生命，那是法性。
发心的相很奇特，它没有生命，它有隐现，有缘它现，没有缘它不现。那不现不能说它无，现不能说它有。再把它真相认识清楚啊！所有的妄想都是生灭相，妄想从阿赖耶变现出来的。啊，一真法界，十宝庄严土，说是真实，不是假的，生灭是假的。啊。十宝图没有生灭现象，但是有隐现。隐现从哪里来的？应该是从阿赖耶无始无明习气来的。十宝图里面的菩萨无明都断了啊，也就是我们常说不起心不动念，他在一切境界里面，佛境界、菩萨境界乃至六道境界，他不会起心动念。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我们示现八相成道，八相成道里头有没有生命？有。啊，佛所现的确实有生有灭，跟我们的身体一样，有生老病死，那也是现在跟我们同样的频率，啊，一秒钟2100兆这个频率的。但是他自在啊，他是像楞严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知量，众生心是缘，跟他相应，他就现身为我们说法啊，示现八相成道，他是来表演的，不是真的。啊，把修行正果怎么成就的，表演给大家看看。放下烦恼障，放下所知障，持戒修定开慧，啊，然后再实现将近49年，说法300余会，
说这么多经典，是自信里头流露出来的。谁教他？没人教啊。虽然他有12年参学，印度所有的宗教他都学过，所有的学派，哲学的学派，他也都学过，他都没用上，放下了。30岁放下了，放下所执障。在毗婆罗树下入定，出定的时候看到明心，大彻大悟，表演给我们看的。悟什么？什么都明白了，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自信里面无量的智慧德能通通显现，那佛用这些东西来教化众生，帮助众生觉悟，帮助众生回头。一生教学，帮助人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全是用自性里面的真实智慧啊。管用啊，而且没有副作用啊！科学技术有所发明，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是副作用太大了。现代人感受到了。发展科学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两个一比较呢，我们就很明显的觉察到得不偿失。我们得到的不多，我们付出的太大。所以现在的人一生从出生到老死，你享受几天乐？细心观察，一天都没享受到啊！都在苦难当中度过。人生在世，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古时候比我们好，为什么？有圣贤教诲，现在没有了，现在人不相信了，古时候学佛成就的人多，现在学佛的人成就的人少，什么原因？信心不一样。古人信，今人有怀疑。虽然信，他还是有怀疑。半信半疑，
样的人居多数啊，有疑就不能成就啊。这一生修一点善根，等来生后世，什么时候有成就，什么时候不怀疑，遇到了就有成就，遇到了怀疑不会有成就啊，不那么深了。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知道。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地者真实之道理，此道理为诸法中第一，故云第一。那第一也就是说，这个理在一切法里面，它是第一。啊，第一义就是真理。啊，你看，看其他的名词，意思就懂得了。啊，真谛就是真理。啊，圣谛就是真谛。啊，圣义谛，圣是殊胜，没有比这个更殊胜。也叫做真如，也叫做实相。实相就是真相，我们讲本来面目啊，又称为中道。佛经上这一个意思所用的名相啊，几十个，这是略举几个。佛讲经教学，同一桩事情为什么用这么多的名词术语，这是佛教学的艺术，教学的高明处。佛不主张执着名相啊，所以名可名，非常名，中国道家所讲的大乘佛法也是这个说法。大乘起心论上教给我们修学大乘的态度，说了三桩事情。第一个，不执着言说相，不执着名字相，这是名词术语，不执着啊，它是用，是一种手段，方便的手段，不是目的，不能执着，执着就错了。第三，不执着心缘相，心缘是什么？我读到这段文，哎，体会到里头的意思啊，好，但是怎么不能执着，执着就错了啊。为什么明天读的时候又有些意思，到底有多少意思呢？无有穷尽，你慢慢去体会。一着相了，完了，着相就一个，不着相是无量意。为什么？自信嘛，自信就是无量的。这些名词全部是形容自信的，自信是第一，自信是真谛，自信是圣谛，就是真心呢。 啊，我们讲真心不是妄心，
自心就是真心。我们起心动念的分别执着妄心啊，真心是什么？真心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它有无量意啊。你每一次遇到它都不一样啊，所以一念一部经，一部经真的念，把它的真实意念出来了，你不会想念第二部经，你这一部经一生念到底。为什么？无量意。为什么无量意？所有一切经都在这一部经上，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就这个意思啊。不要说一部经，前面讲过一句名号阿弥陀佛，无量意啊。阿弥陀佛这一句是无量经典都在其中刘素云居士看海鲜楼皇上的光碟，看了1000多遍了，好像是8个月的时间，看了1000多遍。啊，告诉我们，每一遍都有意思，都有业界新的意思出现，其乐无比。那为什么他用清净心来看啊，守住大乘起心的方法，不执着言说相，看经不执着文字相，不执着名字相，就是名词术语啊，这些第一义地真地圣地这些名字，不执着这个，这都是方便法。不执着心缘相，遍遍有新意思出来啊。如果执着一个意思，就不会有第二个意思出来了，那是什么？落在阿赖耶里头。啊，所以经是活的，经是活的，宇宙万法是活的，没有一样是死的。你想想看，一弹指，32亿8000年，32亿8000不同的境界。无是相同的，那个个都是独立，独立有相似，不完全相同，啊，统统是虚妄，过去了，不再回来了，能看到过去，能看到未来。因为它是幻象，它不是真的，真的只有自信，自信没有动摇。慧能大师说得好啊，本自清净，本不生灭，不生不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那他遇到缘，能生万法。啊，缘消失了，相就不见了。
始无明，习气断干净了，一真法界不见，那我们就知道一真法界从哪来的，从无明习气来的。那我们的十法界一真庄严从哪来的？从无明来的。无明断了，十法界不见了，一真法界现前。啊，无明习气没断，习气要断了，一真法界没有了，回归常寂光了。回归常寂光才是究竟圆满。常寂光是法身呐，大光明藏啊，净宗称为常寂光，常不生不灭叫常，即清净无染，没有丝毫染污，就是六祖讲的清净。本自清净，本不动摇，这即的意思。光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踏实，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以报正报的本体，它是真的，是称为自性，也称为法性。它能现，它能生。它不会变，那就他们有生命吧。会变是把一真法界就是十宝图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是阿赖耶干的。阿赖耶是妄心，生灭心，生灭心就是我们念头起心动念，前念灭后念生，这是假的，不是真的。物质现象是从念头生出来的，佛经上说的，相由心生，色由心生，色跟相都是物质现象，境随心转，境是境界，十法界十个不同境界，境界哪来的？由阿赖耶生出来的。阿赖耶能变，阿赖耶不能生，不能现。他把它变，变直了，变形了。森罗万象全是阿赖耶。全是妄念，这个道理真正搞通了，许许多多问题我们都解决了。善念、善境界现前，恶念、灾难现前。那我们要消灾免难，怎么做法？端正心念就做到了。心要好，不要想自私自利，起心动念想别人，这就是好的念头。想自己错了，为什么？自己身是假的，你照顾他是冤枉啊。
啊，念佛养心，养你的真心，养你的自信，好啊，无量无边功德了啊。这虚空法界，十方三世最好的念头，排名第一的就是阿弥陀佛，这佛好啊。啊，所以名号无上。为什么不起这个念头？啊，没有一个念头能胜过这个念头。你对他要有信心。啊，你不起念在意，起念就是阿弥陀佛。你虽然现在没成佛，极乐世界已注册了，你决定往生极乐世界，你决定见阿弥陀佛啊！没有比这个更殊胜啊！生到极乐世界，就前面所说的庄严无上，受乐无上，光寿无上，样样都无上。你真的无上啊，成就无上啊。我们再看下面，若众生起一念，这一念顺离体，这叫身；背离体，这叫我。离体是自信，我们起了个念头，离体是干干净净的啊，不知道什么叫离体，你就想到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的五句话，那就是离体。啊，我们这部经上，经体后半段就是讲的这个清净平等觉，与清净平等觉相应的善，违背的就是我。啊，清净平等觉是因，大乘庄严无量寿是果。啊，所以清净平等觉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真得大乘无量寿庄严。大乘是智慧，圆满的智慧；无量寿是圆满的福报。啊，庄严，无量的妙好。极乐世界，啊，那么这个理，我们把它范围缩小，我们一般人好懂。中国古圣先贤把这个离体用五轮来解释，啊，或者通常用道德两个字。
道就是离体，德是什么？德是顺离体，叫德。啊，随顺就是离体，离体是什么？无能无常。无能是道啊，道是自然的规律，不是人发明的，不是人创造的，大自然的规律，顺着大自然的规律，就是德，啊，就是善，违背，那就是恶。啊，那么在佛家讲的就是实相，啊，顺实相的实相，违背的是恶，啊，实相的反面就是实恶，实恶具足堕无间地狱，实相具足升天。没有修定，欲界六层天，啊，一层比一层殊胜呐！啊，人必须要随顺大自然，啊，大自然就是道，大自然就是自信，啊，就是心得。决定不能违背啊！说此之判定是以离体为准啊！这是念老在此地为我们举的例子，第一个例子啊。下面第二个呢，是以唯识论。唯识论是以顺依此事他事之有漏无漏行法为善，这降低了，没有前面讲的那么高啊。前面讲离体，这个地方讲有漏，有漏是六道凡夫啊，我们很容易懂了啊。漏是烦恼习气的代名词啊，佛把无量无边的烦恼归纳为十大类，五个是见烦恼，五个是思烦恼啊。见是看错了，思呢是想错了啊，五个想错的，归纳起来这五个字：贪嗔痴慢疑。这五个想错了。啊，看错呢，身，都把身看作是自己。佛告诉我们，身不是自己。啊，这是第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带来的伤害太大太大了啊！身是什么？身是我所有的，像衣服一样啊。这个看，注意一个一桩事情就明了了：我不生不灭，身有生有灭啊！我是谁生我？灵性生活。心就是本性，本性非常灵敏，那生活生不生活那生，我们在这个六道里头有生死，
生死不知道多少次了，那哪一次是我的？啊，哪个身是我的？真的不是我。啊，我只有一个，可是身无量无边呐、啊，所以身就像衣服不是我，是我的衣服。啊，穿干脏了，不干净了。脱下来换一件、啊、身体如此，身体用了几十年不好用了，换个身体。我没有换呢，身换了，所以身不是我。这个概念一定要搞清楚，千万不要为身造业，那就太可惜了。啊、如果你把这个烦恼习气统统丢掉了，你的身体健康啊，长寿啊，啊，住世可以自在啊，想住多少年就住多少年呢、啊？想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可以走啊？生死自在啊！把真我找出来，不要留念假我，假我要放下。啊，所以有漏的善烦恼没有断啊，那么佛门戒律是善啊，我们中国老祖宗留给我们是理啊，如理所说的所教的是善，违背理解的守护啊，中国人行门不能不学理啊，啊，典籍里头，十三经里头有周礼，以礼礼记，周礼是周朝治国的法令规章啊，相当于现在的宪法一样。是一部好书。我没读过。老师劝我，劝了好几次。方东梅先生告诉我，周礼在全世界古今中外治理国家所依据的这个法规啊，周礼是第一。如果几家子子孙孙都能够依教奉献，方先生说，今天我们这个国家还是周朝。这个评价评得高啊。啊，那个时候叫我都看见，我始终没有看成。啊，三礼，我只读过礼记。啊，礼记是杂记，就是。啊，仪礼是我们生活的规矩。做人，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待人接物，要遵守的。啊，所以中国叫礼仪之宝啊，讲仁讲义讲礼讲智讲信，仁义礼智信啊，这叫无常，常是永远不能够丢失的，天天要做的，离开常道就错了，就是走误了。那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了。